我们现场朋友有想听什么歌的话，就可以尽量点下来。是的，我们有唱就帮你唱，如果没有唱的话，那表示真的没有唱，就留给下一场。对，你看你继续接好，我们就留给下一场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带来这一首歌曲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是很有难度的歌。哎，对呢，我紧张了。送给你们这首《Come Together》，掌声鼓励一下好吗？拜亮，拜亮，恭喜。